祝福你，也知道你在家里呢，有圣灵带领着你啊，你一定会平安喜乐，身体健康啊。好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，谢谢你今天让我们主耶稣有这么美好的机会，可以学习你的话语，可以聆听你的话语。求你恩膏你不配的仆人，让我们分享的，我们听到的都得到力量。我们奉耶稣的名献上感恩，阿们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在以赛亚书41:10说，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不要惊慌，因为我是你的神，我必坚固你，我必帮助你，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来扶持你。哈利路亚。所以今天呢，成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难免会受到很大的压力，很多的问题，难免会受到很多的不幸啊，或者是遭遇，或者是疾病，或者是很多我们想不到也不想要的问题。但是今天呢，我们的神告诉我们说，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不要惊慌，因为我是你的神。哇，这一句话真的很感谢神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不必在意别人怎么对我们，或者是别人有没有祝福我们，最好的就是我们自己呢，要明白耶稣祝福我们，他告诉我们不要害怕，我与你同在。所以我们要说什么呢？主耶稣，谢谢你是给我身体健康，我的工作一定会很顺利，主耶稣，我所做的事情，主耶稣，会蒙福，我要得胜，因为你已经战胜了魔鬼。我们每天都要宣告，主耶稣，非常的感谢你。所以宣告呢，非常的重要。若我们宣告信心，这宣告就会现实中动工。要记住，我们的言语好坏都会抓住我们，即可带来祝福，意和召来。所以我们讲好的就会有好的祝福，讲不好的就有 不好的祝福。所以今天我们大家要明白，我们的神不离开我们，他会用他公义的，他什么呢？公义的右手呢，来扶持我们。为什么要右手呢？右手的意思呢，就是代表他的权势，他的力量，他的能力。这是神的话，不是我们的话。如果我们愿意全然接受神的话呢，会带给我们什么极大的力量。当我们呢遭受困难的时候，我们痛苦的时候，消极的时候，挫折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对自己宣告，你不要害怕，因为神与我同在，不要惊慌，因为他是我的神。所以你看这个经节呢，坚固了我们。所以我们要明白，神呢，神甚是黄金的宝贵的允许，我们要刚强壮胆的宣告。所以不要害怕，说主耶稣，你与我同在，谢谢你，你永远不能丢弃我，哈利路亚，主，我爱你。当我们读了神的允许，坚定相信是神赐给我们的允许而宣告时，神的道就会活生生的在我们身上动工。接着呢，在祷告赞美神，这种祷告呢和赞美必大有能力。所以今天早上我听了一首歌，就是说，主啊，你是开启一条路的神，主啊，在看来呢，没有一条路之前面的一条前面人生的这个道路呢，充满着淡暗，主耶稣，但是主耶稣，你与我同在，你一开一条路。所以听了这首诗歌呢，我信心也更坚强。那你说牧师，你也要听这个圣歌吗？我常常告诉你们，牧师也是人，牧师也需要圣灵的恩膏，牧师也需要圣灵的祝福，牧师也需要赞美神，让神的圣灵呢可以鼓励我们的信心。所以当我们克服恐惧，我们依靠神的话语的时候呢，而做出信心的宣告呢，并祷告赞美神，神一定会动工的。所以很多人侍奉神，靠着他的能力，靠着他的智慧，靠着他的潜能，靠着他的权势。但是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侍奉神要靠着神的圣灵来带领我们，而不是我们的灵，而不是我们的本事。我们要靠着圣灵呢来引导我们该做的事情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这个经节
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境界。我在冲突，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；不要惊慌，因为我是你的神。你想想看，我必眷顾你，我必帮助你啊！然后呢，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来扶持你。这个神呢，告诉我们为什么右手不是左手呢？右手的意思是代表神的威力、神的权势、神的能力，他是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，无所不知、无所不在、无所不能的神。换句话说，在人看来这个不可能，在神看来凡事都能。只要我们宣告主耶稣你与我们同在，我要看到教会复兴，我要看到更多人信耶稣，我要看到神迹，主啊，我要侍奉你，我要更爱你，主耶稣，我们就每一天都这样子宣告，每一天都这样子告诉主耶稣我们对他的关怀、对他的爱、对他的侍奉、对他的跟随啊，不要往后看，我已经决定要爱主耶稣，我就爱主耶稣，我已经决定铁定我要侍奉他，我就侍奉他，我这一生一世都要跟随耶稣。哈利路亚。好，我们就低头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，谢谢你今天让我们这美好的机会可以聆听你的话语，求你圣灵与我们同在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、你的话语是有力量的。我们奉耶稣的名把我们人生摆上，我们相信主耶稣你陪伴着我们，你祝福我们，你医治我们，你带领我们。我们献上感恩，我们奉耶稣的名，每一天都要宣告我们已经战胜魔鬼，每一天我们要宣告我蒙祝福，我们每一天都要宣告我不惊慌也不害怕，因为耶稣与我同在。是我，你是我。